大家好，这里是最爱非凡广播电台8032兆赫，我是甩恩券。你正在做什么呢？今天的你开心吗？灵系歌词里面有一句话，永远晴朗，有谁不想？考验像风雨，人生是操场。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感觉呢？不管如何，今天已经过了一半了，放松心情，回家和家人吃顿饭吧。虽然现在正是下班的巅峰时间，但是有我甩恩券在这陪着你。昨天我们聊到输赢这件事，其实有一个人我倒是蛮欣赏的，我们来分享林丹的世界。其实那时候你很小，你还在冲击着你所有冠军的梦想，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好自己，因为你经历的还是不够多。其实那场球我的情势来讲是很好的，几乎是可以赢得这场比赛，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搞，那场比赛到后面我发挥的不好。我输掉这场比赛了，这就是我的经历。我的经历可能比我同年龄的人会更多。一个人太顺利的话，可能一次的成功，我可能就会停损。就是因为你经历的太多，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很不容易的，可能你就会变得更加珍惜，可能才能让我实现16个世界冠军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梦想。自己都觉得小时候自己还蛮淘气的，因为我确实小时候非常黏自己的妈妈，因为爸爸小时候对我还是比较严格，所以本能你会比较怕。那时候去体校，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就离开他们去出远门，其实都在福建，但是呢第一次离开家乡，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你自己一个人来完成，所以你就特别不适应，特别需要他们。等电话，等有一天比如说我训练完或者是上完课以后，爸爸妈妈会出现在这个学校的门口，因为我那时候位置我还能看到大门口，所以有时候你就会想，哎，他们会来吗？如果出现会怎么样？就是会想，就说明你很想他们。条件很差，不是所有人都会有一支球拍，因为那时候的条件没有办法和大城市相比，物质条件也非常少，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球拍，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想到去练羽毛球要那么复杂，以为去就可以打球，因为没有那个条件，就让你做最简单的东西，先练一些基本的动作、定型啊，所以你练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不想再练下去了。他说：“妈妈，大队员都有拍的，我没有拍。”教练就说：“那这样，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羽毛球，你拿在手上，如果你能够徒手把一个玻璃扔破，天天练这个扔那个动作。感觉被骗了吗？怎么可能的玻璃会打通的？不可能玻璃打通的。你当时还觉得有可能的，所以扔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现在你让我丢我也不可能丢破，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妈妈跟教练他们去做了一个努力，做了一个沟通，后面给了我一支断过的球拍，拿胶布缠起来。我说那是我第一次拿到所谓的羽毛球拍。没想到一支破球拍竟然可以造就16个世界冠军，到底是什么魔力在影响着他呢？
妈做的好喝一点。就是明明没得奖啊，为什么要来？啊，什么？什么？小伙子，加油！这次来参加这个颁奖，就会有新的动力。很多人知道你在这项运动已经做到自己最好的一面，在劳伦斯里面，你也是最多只是一个推荐提名，也没有关系。其实这次来不是代表着你个人，也不只是代表着中国羽毛球队，是代表这项运动。这次来参加劳伦斯也是第一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荣幸，因为这个并不是所有运动员都有这个机会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更多的中国运动员能够参与到这个里面来，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奖，祝福他们。这是我去完劳伦斯回来的一个印象，可能也是对我这次去劳伦斯自行的一个小结。我拿过这个项目上面的所有的世界冠军，所有的冠军我几乎都拿了。在我的领域里面，我不会比任何其他领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比他们差，没有这个资格去得这个奖。但是我这次去劳伦斯，我也发现没有人知道羽毛球是什么东西。他讲了很多例子，比如沃尔特百米的速度，还有网球的时速是201公里，甚至讲到 F1 的时速是321公里。作为运动员来讲，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们不知道羽毛球是全世界球类运动速度最快的。其实羽毛球并不被人更多的关注，很多人都不知道羽毛球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会让我觉得很心酸。在我们中国羽毛球非常的火，但是可能很多其他国家他并不知道，所以我在想，这个到底是运动员的问题，还是国际联的问题，还是每个国家的羽协的问题？其实从严格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最主要我觉得首要要做就是你要把这项运动推出去，国际羽联必须把这项运动推出去，能够得到更多国家人的认可，至少要让更多的国家的人喜欢体育人知道什么叫羽毛球，让他们知道羽毛球的魅力，这样才更有利于羽毛球将来的发展。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已经记不到北京奥运会的那51个金牌所有人的名字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真正金牌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就是在冠军领奖台那一刹那吗？我在国家队11年的职业生涯，让我慢慢明白，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不只是意味着在追求金牌，重新的去认识一下体育到底是什么，不仅仅只是说每个运动员当作工具去拿金牌。我会全心全意的去为羽毛球做出所有的努力，那还有可能就是我会离开羽毛球。每个运动员从小都离开父母，都在集体生活过的。柳州那次我觉得很开心，是因为爸爸妈妈来看你比赛。爸爸妈妈很少同时会来看我比赛，其实几乎也很少看我比赛。妈妈看我比赛会紧张，我看到他们来看我比赛我也会紧张，因为你想表现得好一点，因为你知道父母都是这样，还是会怕影响我，不太愿意来，就变成他们将来后面就不敢来看我比赛了。你要去哪里啊？看人家比赛。但是他们来了，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有点紧张，我怕我又输球完了，给他们心里面造成更大的一些压力。
最终是赢了最后的总决赛，也是我第一次拿到国际园的总决赛的冠军，所以他们来，我觉得我相信那一天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大家都一起在帮妈妈过生日，这对妈妈来讲是从来没有过的。但那天有很多我的队友都知道我妈妈过生日，都会来跟她说生日快乐，所以我觉得妈妈那天应该非常开心。爸爸，哎呀，没要大声一点，要有声音的。啊，哎。五岁开始练羽毛球，我把我更多的一些时间和我的快乐都牺牲掉，都为了羽毛球。奥运会最终的结果我不会太去考虑，是我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回答，我会找机器猫。太习惯了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了，或者是已经有一点点厌倦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调整一下自己的思想。如果你要再坚持下去，我希望有一个停顿，所以在这个停顿的时间里面，我希望去做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情，或者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希望能够带给更多球迷朋友的，或者一些喜欢林丹的一些人不同的东西。羽毛球并不一定是我的全部，因为我还有我的家庭，大家一起进来去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也许我输了，可能他们会拍拍我或者抱我一下，也许我赢了，他们会给我掌声，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来讲都是我应该可以的东西。胜负可能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一样东西了。因为我只想把过程做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够再一次站在最高的领奖台。